近日，黑人陈建州在微博上分享了一张与范玮琪的合影，照片中范范头部的红色液体疑似受伤，表情一脸无辜，而黑人则在一旁开心大笑，还得意表示自己有整蛊到老婆，十分开心。不过太得意就容易忘形，整人大王也有落马的时候，风水也会轮流转的吗？范玮琪随即发表微博答复成功，看照片上的黑人的脸还真是惨不忍睹，红的黑的颜料涂了一脸，嘴边还被画了几根胡须，整个就是一只大黑猫。被整蛊的黑人也立即转发范范的微博，无奈表示这次真的被你整到了。好吧，两人你来我往，相互整得如此甜蜜，小家庭也建立得温馨美满，这浓情蜜意着实让小编羡慕不已呀。优酷娱乐播报，这里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《宋轶英剧》。